中原古迹带你走起。这里是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唐街镇的林峰寨村，我们来这里看红石古寨墙和传统古村落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因为这里临近汝河的两个支流荔浦和丰溪，所以叫水田村。后来朱家人从山西洪洞县搬迁到这里，经过世代的经营，朱姓人居多，所以叫朱洼村。1862年的时候，这里的寨墙建成，总共有三个门，其中有一个门叫林峰门，所以这里又得名林峰寨。现在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林峰寨的三个寨门开的方位都不是很正，这个是位于东南方的普宾门，也是现在景区的入口，我们就从这个寨门进去。它的三个寨门都具有防水防匪的作用，因为这个地方人流量比较大，我们一会儿换一个门讲这个。进来以后通过这个石梯可以上到这个寨墙之上，我们现在上去。好，现在已经上来了。这个寨墙并不是很高，大概有4米到5米左右。在这上面是可以行走的，通过这个寨墙可以环整个村庄一圈。这个寨墙具有很好的防匪性能，它配合下面的护城河，这个是天险，配合到一块基本上是易守难攻。另外在这上面居高临下，人站到这个地方可以打往下打枪，还有其他的门上还有专门的炮眼，一会儿我们碰到了我们再讲。现在这上方建了一个阁楼，是新建的。站到这个墙上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的大概状况，并不是太全，一会儿我们走着慢慢讲。现在我们下去，这里有一个林峰寨的全景鸟瞰图。其实整个景区就是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的话四方四正基本上就是一个回字形，走一个回字就可以把这个村子转完。现在这里正在翻修，这个村子与朱姓居多，当年朱家人是盐商，比较有名的是朱子峰。朱子峰这个人通过捐修黄河然后得了一个盐官，官有多大啊，就是河南整个掌管盐务的一个职位。他的哥哥朱子贵和朱子云利用他的便利就做了盐商，然后哥几个就发了大财，利用林峰寨的水系把盐运进来然后再贩卖出去，所以有钱以后啊就建寨墙建房子。往前走不多远，现在停白车的那个地方就是朱子峰的宅院。林峰寨本身是不收钱的，但是你要想进这个宅院的话，有专人或者有老乡收10块钱，收10块钱你就可以进去看了。我们先在门口简单看一下，一会儿单独进去单独讲。这个就是朱子峰的宅院了，上面
还有70年代留下来的古迹，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还有五角星。这地方建了一个林峰寨的97艺术馆，里面还挺漂亮，我们简单转一下。那边是摔碗酒，都是新建的，还是挺漂亮的，利用以前的老宅院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嗯，就是那里面。这不是母牛。是吧？走到这个地方，左面就是南门。这个是南门，又叫来讯门。这个门曾经塌过，现在看到的是翻修过的。这个寨墙也是一样，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下面那一部分是老的寨墙，上面那一部分也是后来才修上去的，以前是存在的。1957年的时候，当时全国各地全部都在拆城墙，林峰寨也不例外，但是当时发了一场大水，因为这个寨墙可以防水，所以才幸免于难。但是当时上面有指示把上面那部分给拆了。这个大门的门板已经被拆了，我们现在顺着接着走，走到林峰门，讲一下它是如何防水防匪的。这是个关帝庙，里面供奉的是武圣人关公。在这个寨墙边上随处可见这种散落的红石，其中这个比较有意思，应该是以前房顶上的一个屋檐，或者是屋脊，造型比较独特。这就是刚刚走过的那条道，往这边一直走就可以走到林峰门，这里就是林峰门了，它位于西北方。林峰寨的三个大门都是按照后天八卦的方位来开的，西北方主前位，代表天，有迎宾之意。再在后面就是峰西，这个就是峰西，古代的码头就建在这里，当时这点水应该是非常大的，各地过来的货物就是通过这个码头全部搬运上来，走这个门进去的。那以前到底是怎么防水的呢？首先就是它的门开的方位非常有意思，它不是正对着水流的，所以可以避其锋芒。另外在这个寨门边上两边各有两道凹槽，这个槽和这个槽，这两个槽在雨水来临的时候可以夹进去两个木板，在木板中间用土然后填满，这样水就进不来了，两边都一样。另外的话，朱洼它是个洼地，地势比较低，但是像朱子峰他们的宅院，他们是在正中间，中间是一块高地，水在高处往下流，有排水槽，这里就是排水槽，通过排水槽然后把水给排出来。那它是如何防匪患的呢？我们走到这个大门前找到答案。首先看这两扇大门，这两扇大门
里面是木头，外面是用铁皮包裹着的。这个大门已经有些年头了，是同治元年的，现在看来还依然非常结实，而且还可以转动。首先是这个铁皮非常结实，基本上砸是砸不烂的。这上面有枪眼，听老乡说是日本鬼子来的时候用刺刀扎进去的。就这样也没有把这个门给砸开。另外秘密在这后面，他现在还依然非常灵活，秘密都在后面。后面有两个圆槽，这个圆槽下面也有一个圆槽，直接可以插进去两个这么粗的条柱挡在后面，它在后面受力，外面砸是砸不进来的，非常非常的结实，可以承受非常大的力量。看过刚刚的寨墙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座宅院，也就是朱家二当家朱子云的宅院。老乡都正在剥花生。这个就是老二朱子云的宅院，不过他现在锁着门。